小蔡，咱按你继续下去就好了，没事啊，继续。各位好玩家，起立，行嘞，大家坐。这一定是秘书长的指示，伊做代志就是这这都无改。直直走，直直行去。啊，伊迄款呢，论顺吼，是由伊遐来吼、哦。啊，一个人哦，我论述迄个论述家都对啦。但是伊毋是干那论述家，伊是实行家、实践家、实践家。吼、哦，安尼规对我。食到七十几个世间的人，我看太济啦！看伊即款的执行能力吼，执行事务的能力，无人对得着，无人对得着。一个国家吼要建立，哪有遐简单？就是爱有即款的人，爱有即款的人，论述、实践，拢包在伊身上。我刚提一个好真的一例啦，我用五分钟够了，我小介绍咧。那假使那有一个人讲话，好，请你去甲设立一个学校。哦，你都有影舞啊，舞啊几十年啊，舞啊呢无眠无日嘛，要创一个学校，敢有遐简单？对不对？迄是足困难的。但是咱秘书长当时伫中国办五个学校，办五间学校，你惊死无？迄所有的时间啥、精力啥，迄一定是占个满满满，但是伊东西就是安尼在做啊。哦，上海一间，成都四间，哦，迄所以莫怪人会兴巴个，哇、哦，这个人遐好赚，这遐好赚，啊是咱干那想讲要创立一个学校。看我偌困难，迄个代志看偌济，但是有法度同一个时间内底会当创立迄个五间学校。哦，啊，这个人那伊那创啥，啊，就要成功，创啥就成功。伊在做补习班的老师，伊都还佫伫大学的时呐，啊，做补习班的老师都教物理啦，教物理。伊讲哦。迄当时哦，一个医生诶，迄个住院医师啦吼，应该住院医师，诶，薪水是4500啦。迄个时代啦，几十年啊嘛，几啊十年啊，哦，伊诶薪水吼86000，啊，伊就是安尼，就讲哇，钱那还好赚啊！伊也是爱坐飞机，拢去高雄啦，去台中啦，来咧上课啦，哦，啊，各位医师。想讲，我干那做一个老师就真好赚，啊，我那来做补习班的头家，唔系话好赚的哦。伊怎啊去啊办补习班啊？啊，一班都是两间啊，一间啊学生8000人啊，两间补习班16000几个。哎呦，迄个咧注册的时阵哦，迄银行拢爱派。古哪个啊？用那个汤啊，哦，那不锈钢啊，迄款的铁来哦，啊，用布的，拢用布的，很松很软，那个很弹力，安尼很布的，哦，伊拢免去叮当，人银行落去创个便便。啊，但是哦，那下课的时阵哦，足麻烦嘞，足危险嘞，交通啊，一下8000几个人，那要迄落迄拢紧啊，啊，撞来撞去啥的，迄落的，附近所有的哦，遐。派出所啦，分局啊，哦，哎呀，警员吼，伊那都下班，伊下班按愿意来要个探第二个薪水是，拢来伊遐上班，干那安排在学生因的安全，因的下课的交通啥安尼，讲迄钱吼，伊讲趁钱对伊来讲。啊，已经无什么意义啊！我钱太多了呀，太多啊！创那个股票，
赶紧买一个股票公司，伊就慌慌来创，但是险险啊，险险翘去，但是无翘去啦。刚才赚8000万呀，伊讲刚才办，但迄个吼无料到啊，赚8000万安尼俩。然后我去创建设公司，比佛利山庄吼，你捌唔得捌听？迄都是伊创出来，伊比佛利真有名嘛，哦。了钱赚钱赚啊呢？啊，要来退休啊！来退休啊！怎走去夏威夷？走去夏威夷，夏威夷大家拢嘛穿迄个夏威夷衫嘛。啊，伊一世人拢穿西装嘛，迄因老爸甲教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伊个教迄个一定都爱穿西装啊。啊，无伊请个老师拢比较侪岁，啊，学问比较悬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就唔正经啊！你来做我头家，所以吼、哦。伊不得不安尼穿西装，啊，道貌岸然安尼啦。伊讲哦，所以你甲看哦，不管是我甲说，伊嘛咧穿西装，我都是安尼啦。啊，我对哦，哦，挡袂掉啦。哦，那七八岁啊，那咁死。哦，啊，伊拢穿条条。啊，即摆去夏威夷时，人拢穿迄个夏威夷衫嘛。伊讲，啊，就夏威夷衫歹看，我要穿西装。哎呦，看讲有人，嗯，我坐迄个高级车。高级车啊，拢穿西装，因为迄是啥物啊？哦，迄是银行家啦，银行家。哦，银行家穿西装啊，好，去甲买一间银行做董事长。伊要逐工嘛是安穿西装笔挺，买一台迄个面子火把。啊，咻，逐工安尼溜啊，讲穿西装是安尼，一生都是安尼啦，因为让人头脑。惊死人！迄执行力，吼、哦！啊，尾啊，就是去害死李登辉伊个一个好的迄、那个好的迄、那个真好朋友啊，考中哎、欸，许崇胜是吧？考中胜是吧？迄个国会吼、哦，副秘书长嘛，啊，李登辉的亲信呐，想去找去海外去找，来。来美国，我即马咧做李登辉的迄个特秘书啊！啊，你也来到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啊，实在是看到有钱嘛！你袂使讲去拢无半仙啊，无啥物钱啊！啊，好，来去美金关咧，啊，就去啊！所以讲哦，去个呀，美金嘛呀，迄个中南海哦，中南海啊，大家叫买秀啊！安尼看到伊都敢那迄落卡米沙嘛嘞，哦，遮慷慨，遮有钱。啊，迄个布希，迄、那个老布希哦，咧请人客，迄、那个刀啊哦，是伊专用的。伊若要请人客，就是总一定用迄个刀啊，迄、那个威严嘞。啊，即嘛吼，啊即我讲吼，即个天公伯啊安排啦。你若无天公伯啊安排，你也无多啦。哦，啊，就安排啊，好，我有足有钱啊，创啥物都有钱啊，个创，即马五间学校好，迄钱啊，个较济，啊，伊钱拢弄余下去嘛，啊，即马袂使个你谈落啊，个谈落你都会烂落啊，我有要任务要互你做啊，我拢做少年，我都伫家里安尼安排个即马，哦，真够趁钱。削一个，啊，切断，可以怎啊？到尾怎啊？用哦做偷渡，用偷渡半暝啊，为金门遐等啊，伫个海中都安尼皮皮抓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光掉了，一切拢无啊！安尼才好哩，开始你去处理，啊，因为你所需要遐物件拢已经训练过啊，啊，无你读书哦。读啊，他应该是读台大医学院的呀。哦，伊建中的嘛。初中是迄个国中，伊迄个第一期的国中。读台东是第一志愿嘛。啊、哦，伫台北啊。了高中就建中嘛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台大医学院呢，转去造仪业啊。结果考不掉。啊，是啥物原因？连因校长嘛唔相信呐、啊。建中校长嘛唔相信啦，才
拜托迄个监察委员呐，监察委员叫做迄个陶先生，转去甲调伊个迄个考官来监察院，很大听看到底是安怎，啥什么伊，迄个化学才考15分，吼，啊，我是听个啊，有影，迄是家己唔对，迄个答案吼。答问题甲答案吼，爱相对嘛。结果伊差一个，结果嘟，你看拢唔对，还是你家己唔对啊？唔是迄个考官的，迄个监考的人的问题啊。所以啊，无法度，没有话讲，没有进入台大医学院。啊，我咧讲，我讲，好个在你无语。台大医学院，你呢？由于台大医学院，即嘛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啦。伊则是无咧插你迄个台湾民政府，什么佛了法，迄个法律建国，福尔摩沙，伊则是无。你甲你训练，你读书，你也要读书，也要看物件，也要发表啥。我英文足强的，迄文化啦，我咧讲伊文化，哦，足强的，迄就是初中的时阵哦。硬推出来，硬推的啦！哦，伊哦，啊，所以吼，个啊，即马袂使读书的方面吼，袂使过去哩，你都闹去啊，怎个切断去？啊，再去啊，伊的成绩嘛是还过交高一啊，高一的迄个有这些啊，哦啊，有这些啊，根本拢无咧读啊，因为啊失望啊，啊，读这要死哦，哦。啊，拢无咧读，我有一摆去参加因的迄个，伊的迄个，做伊的同学会伫高雄，我甲伊去，迄个同学吼，就哦，大家拢酒里啉落吼，那开来开去，伊甲讲，恁头家吼，哦，因讲我头家可以啦，恁头家吼，从来唔捌咧读书诶，大家拢动头啊，拢啊，唔捌咧读书啊。伊讲伊个课本哦，拢新呐，啊，毋着，阮呾大家拢安尼变安尼吼，安尼乌插插，伊个课本拢迄落，奇怪，啊，伊拢可能会及格呢，伊个拢会当毕业咧，讲伊拢无咧读书，啊，做伫补习班啊，你做迄落啊，吼，这里是迄个真古怪的人啦，真古怪啦，啊，我是。认为讲吼，这是天公伯啊吼，跟咱安排啦，一项来，去教育家己训练家一个程度，袂使过去哩啊，切断啊，即摆开始互你趁钱啊，趁家一个程度，哎，佫袂使过去哩，过去哩就你落种烂啊，切断啊，互你为从头开始。啊，我呢历史喏，会使讲足艰苦吼呢，都无你设一个迄个。几十个迄个内阁吼，说无遐济人啊，啊要安怎？啊，干咩？天公伯来安排这个游先生去听伊演讲，听三遍，拢一日上后边，迄三遍，了后伊才去啊。林博士讲，我吼，鼓山遐有一片地啊，啊有一间厝，互你用啊，你要安怎用，恁就去用。我就来看，本来林博士我也相信嘛，哇，这凊彩讲，哟，我来讲嘞，好啊，歹势来看，啊，一看哇，那个就是红高压外的，啊，都这就是，啊，这拢敢那废墟同款呐，哪废墟嘞呐？我看了就拢糊你啊，我啊，妈呀，咱那边办啥？都台北个里向办较豪华、较好看，你不如看看来讲，这个所在好。哟，安尼啊，开放我大家来看的时阵，大家拢十个拢讲啊，这个所在唔好啦，要过来这个所在啊呐。开始就啥第一期办落，哇，那个只啥物拢无啊，有啦，迄个面层通铺，有迄个通铺。啊，棉被、枕头恁家己摕来。啊，我啥？你不是讲，潘姐，你去负责哦，看有人买
迄个睡袋啦，哦，啊，临时该通知，啊，临时通知人摕来安尼，啊，我就去做这个工作，哦，啊，我家己有一个睡袋呢，我因为我定定咧插队，所以拢有迄个睡袋嘛，迄个睡袋啊，还是参加全运会吼，拢有分迄个睡袋啊，我想讲啊，迄个我个留一个像咧弄好人。啊！对，然后我来家里用的孙多，才知讲那是我热天人的啦。啊，那个孙多是诶，正月当时啊。啊，冷啊！你哦，内底我迄个内底是外口是五度几呢？无，内底是五度呢，内底啊。哦，寒一个哦，一暝拢总无多困啊。啊，迄是第一季啊，迄是第一季，足趣味的啦。哦，那讲到第一季的，啊，食个不得不吃的呢。哦，啊，拢迄拢过去啊，啊，感觉拢有真有忌惮啦。好，哦，言归正传啊。我来讲到林博士的时候，我拢忍不住要跟大家讲，上天安排的，这是上天安排。哇，那个的个心啊，这是上天安排。所以咱大家拢有福气，咱台湾民众是福气。喂，阿杜家就是讲，迄个因遐宗教思考的迄个种族哈，都是即马叫做希腊啦 ，Greece 啊，哦，啊，迄个希腊伊是一个城邦的构成的一个国家，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，小国安尼，啊，合起来就变成希腊。按小国跟小国之间哦，嘛是拢争来争去啊，所以才有迄个想法，讲看会当安尼，大家来迄、那个来斗争荣誉，争取荣誉，争取好处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哦，未死人安尼，到尾因就想一个办法，就讲哎，按无安尼啦，将所有的战场咧用遐个部署啦。无数啦，吼、哦，拢甲摕来一个所在安尼，啊，大家来拼，啊，唯一无共款就是啊，未使拼亚武器啦，无亚武器，啊，大家来拼，吼、哦，来啊，要拍来拍用手吧，吼、哦，手结果是受伤尔嘛，未去伤骨就未死呀，至少不会死啊，啊，你战场内底哦，一定。走来走去的啊，吼、哦，啊有当时也走中远的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就有迄落安尼短跑啊，吼、哦，啊迄个中距离啊，长距离，吼、哦，啊有跳啊，吼、哦，狗啊啥都爱跳过啊，我跳来跳去，啊跳悬呐，吼，啊啃迄落石头啊，哦射标枪啊，哦射箭啊，骑马啊。啊！迄个战马，迄个战车，遮个部署拢提来呀！啊，大家来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啊，未使加武器。啊，而且佫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讲要来参加这个运动的吼，一定爱会当提出一个证明，讲你有经过10个月的训练，啊，就是要有专业。你要准备要啊，你不大家来参加迄、那、落、個。无意思啊！拢爱有10个月训练，啊，有一个训练所，就是迄个比赛迄个所在，好叫做奥林匹亚伫这个雅典诶个郊外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我有捌带我的队去，我有一年带队吼，去希腊去参加世界迄个青少年的比赛，啊，迄、那个就是吼。我要出发以前哦，发生迄个911啊，911吼，我伫做样看一个惊一个讲，哎、欸、是，迄是电影是吧？哎呦，我唔是咧，吼、哦，我个飞机砰钱落安尼吼，会惊死啊！我讲刷了一个3天后，我都要来坐飞机啊，还换门卡子，啊，随时接到我呢，李处长的通电话来啊。哎、欸，喂，你兼领队哈，我不爱去啊，也好野人呢，也好野人啊，惊死啊！你讲不爱去，叫我怎啊兼
兼领队，哇、哦、啊都好啊，咱即个嘿来去，因为训练呢，选手拢训练啊，啊都去，啊去啊啊，了比赛刷了是喏，啊我都带因，我安排三天的迄个希腊旅游啦，啊无去到希腊拢无旅游，都我得转来，迄实在说不过去啊，我得安排，啊了。啊！有第一天我就带去奥林匹亚迄个所在，啊，强哦，无偌大啦，无嘛差不多像咱后壁呢，迄领大领呢，啊，椭圆形的啦，椭圆形的，啊，拢土迄款呢，土的迄、那个迄观众拢伫咧土安尼斜斜起哩，哦，看，甲即卖迄个 NBA 的啥，迄、那个吼，迄、那个比迄当然是差太远咧。但是哦，迄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讲的时候，那就是最神圣的所在。哦，啊，怎啊？底下因约好四年办一摆，四年办一摆。啊，迄年内底哦，啥物人都未使发生战争，发动战争。你若发动战争的时候，众神就给你处罚。啊，因拢信迄个众神的啦，哇，所以因真惊嘛，所以。伫迄一年内底，至少一年内底，拢未死人啊！吼、哦，啊未死人，啊嘛是咧战争啊，大家来拼啊！吼、哦，啊各邦吼拢派伊家己的选手出来，吼、哦，迄个时阵做运动员啊，啊出来安尼，啊来，先爱来去奥林匹亚去啊训练十个月，训练十个月。哎呀，教练哦，到尾就变成遐因的裁判，哦，啊，训练，十个月了开始办这个奥林匹亚，哦，奥林匹亚运动会，四年办一遍，啊，为着要表示非常的公平，啊，加迄个无要骗人的都对啦吼，拢真公平安尼时喏，选手拢爱烫光光。拢袂使穿任何东西啊，足注意哦，吼，拢袂使穿，所以哦，观众哦，没有女性，女性不可以当观众，拢爱离开，啊，观众啊都变就歹看啊咧，所以外口会办一挂迄落吼，迄个文艺的活动啊，吼，展览啦，诗歌啦。哦，啊是戏剧啦！你甲看即马奥林匹克，伊那咧办奥林匹克，甲即马嘛是同款啦。我靠，嘛是弄有展览啦，戏剧啊！哦，好啊咧，那有一摆真有名，头一遍咧三个迄个天啊，迄个高男高音啊，哦，还是世界足球赛吼，哦，也是喏，啊，因外口都爱办音乐会，哦。啊，这就是唯一迄个时延续下来的，哦，啊，就话比赛，啊，那摕到金牌，啊，摕到赢迄个吼，无啥物物件啦，干那迄个桂树的迄个阿吉威罗吼，啊，创一个壳啊，甲你滴咧，安尼尔啦，安尼讲哦，就桂冠，就是有呀啦，哦，也是冠军的啦，哦。但是伊呐，等于家己的帮的时喏，哇、哦，不得了咯！哇、哦，迄金钱咯啥，大家拢会好嘞，大家拢会好，因为因的帮助一定也可以啊！啊，大家拢会扣啊，扣钱啊，可以啊，哦，欢喜啊，甲庆祝啊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诗人哦，都甲写诗啊，写诗哦，来个荣耀他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雕刻家。哦，就教育哦，比如讲，哦，伊是铁饼诶，吼、哦，铁饼啊，诶人，啊，伊就教育迄落个刻，安尼用石头安尼个刻。所以咱人去澳洲吼、哦，啊去迄个博物馆内底吼，去看，伊就看到迄种，有弄有迄落烫光光诶吼，烫光光诶，啊安尼铅笔枪啦，啊吼，啊是铁饼啥等等。迄都是四千年前，在三千外这四千年前的时阵留落来物件嘛，迄都是拢摕到金牌迄个人啦，安尼啦，哦，啊，这都是叫做古奥运会，
古诶，真古早奥运会诶情况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哦，啊，人类诶迄个即卖现代化诶运动会啊，伫三千几年前就已经成立了。哇、哦、咧，有够久啊吧？三千几年啊，这运动会已经三千几年啊。哦啊，但是哦，甲卖迄个。过来就是罗马帝国嘛哈，啊罗马文化出来，啊就被取代这个希腊文化嘛，哦，所以禁忌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未使过办了，哦，用阮罗马，哦罗马竞技耶，哇还要修罗马竞技，他就已经脱离掉那种和平的一贯的意义啊，哦农家武器都来对安尼。太阳呢，很老火，很太死人。啊，迄个输的人吼，啊，都赢的人都看迄个皇帝哪讲安尼吼，啊，伊就甲太死。哦，啊那安尼吼，安尼就讲也放伊去安尼。哦，这都已经失去奥林匹克运动会迄个意义啊，和平啊，哦，友谊和平嘛。即你俩看，每年就即每一届每四年奥林匹克的一个看，都是和平友谊，都是这样的哦。啊，迄个即个和平友谊的即个奥林匹克哦，拢拢基本，刚才就是三百几届啦，拢总千都是千年啦，基本千年啊。而且嘛，迄个罗马帝国出来了。所以我停一千几年，甲1895年的时候，欧洲的一寡迄个贵族吼，哦，尤其是这个法国的一个伯爵啦吼，叫做Coubertin， 古柏丁啦，咱讲个古柏丁，那 Coubertin， 伊出来领导啦，他讲咱吼。拢无运动会啊，无迄个国际运动会啊，吼、哦，咱再过来甲恢复迄个古希腊的迄个奥运会好无？大家说哇，真好啊，真好啊！所以伫1896年的时候呐，1896年我那会当记，就是1895年吼、哦，签迄个罗啥啊？那台湾呐、啊？台湾就是签给那个日本，嘿，马关条约，嘿，1895年嘛，啊，伊是第二年，1896年吼、哦，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国再恢复安尼，国再恢复，哦，1896年哈，啊，当然了，又回到那个希腊，回到希腊，算起安尼，即嘛。一百多年前啊，啊！伊那我有看伊，我有迄个看伊那相片哦，遐选手哦，就即卖眼光来看，哇！那种足腿啊，那足女的对啦，哇！迄穿长裤啊，穿迄七分裤安尼吼，咋？刚老爱吹球安尼，哇！感觉足女的，啊！但是有迄个时阵就阁开始。啊！个金马来哦，好奥林匹克哇，不得了啊！你那要摕金牌哦，吼、哦，迄实在是真不简单呐、啊。因为啊，运科的关系啊，运动科学开始进步，运动科学上进步的是什么？是为什么这时候开始呢？就是希特勒柏林奥运的时候哦，伊要利用迄个柏林奥运哦，要宣扬伊迄个。日耳曼民族比别人更加强，所以想讲看我多呢，将所有的金牌弄回来呢，日耳曼民族给摕起来嘛，哦安尼。所以下令所有的科学家啊、医生来研究，为人生理来研究，看我们用科学的方法，用医学的方法，安尼来促进这选手的迄个竞争能力起来，看会当安尼。弄个铁金牌无，安尼伊就，吼、哦，伊伫政治上吼，对当安尼，只是一个操蛋讲，日耳曼民族就是第一的，世界第一迄落，吼、哦，
爱有迄个时阵就开始就有即个体育啊，学术嘛，啊个教育嘛，迄个时阵就开始就迄、那个，啊无英国拢叫运动啦，运动哦，啊即、這个，但是迄个上即、這个希特勒吼、哦，他没有得逞啦。伊没有得逞，是啥呢？你若伫奥林匹克吼，你若看电竞的时阵，上爱看的是啥？100公尺，吼，那个几秒尔，高个十秒安尼尔嘛。但是吼，那个刺激哦，实在足大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希特勒是讲，这一百吼，一定爱个铁金牌，200爱个铁金牌，吼，跳远，因为跳远呢，拢是伫迄个观众台诶正前方嘛。哦，啊！一个铁金牌，结果叫一个吼，伊上看无起的黑人，上看迄民族个，伊上看无起的黑人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迄个一挂迄个啥，犹太人呐、啊，上看无起的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吼、哦，100公尺上东西的迄个吼、哦。去黑人摕去，200公尺也去黑人摕去，啊跳远啊，呼也是讲迄个黑人摕去，叫做Owens，吼、哦，100个摕金牌，佫破世界纪录，200个摕金牌，嘛破世界纪录，跳远啊破世界纪录，8米28啊，或者，吼、哦，啊过来这个400接力嘛是最后的吼。哦最后诶，400接力跟1600接力啊，上热门呢，尤其是400接力，伊美国嘛是国家，嘛是这奥运是抓对啊，国家摕金牌，吼、哦，迄个希特勒是怎样，气一个吼，足气的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到尾咱都有咧讲，到尾迄应该都爱希特勒爱去讲阿丘啊，吼、哦、金牌嘛吼、哦，希特勒拒绝了。啊，但是哦，讲起来真趣味。咱一般大家拢是认为安尼，啊，新闻报道嘛是安尼。但是啊，奥运时伊家己等伊了，伊家己讲，希特勒无看我无去啦。伊讲希特勒对我足好个，伊甲我握手，伊甲我握手，哦，啊到底是安怎、啊？这个到现在几百年的代志啊，我过了10年啊，迄阵应该是1939嘛，就算还没战争嘛，哦，都要战啊啦，1939嘛，啊，伊讲哦，希特勒对我真好嘞，比阮的总统对我搁较好，因为啊，迄个时阵哦，美国哦，还搁对黑人哦，还搁作罢的，哦，未使去甲白人做伙读书，啊，坐公车未使甲因坐做伙啊呢。所以，我伊利用个机会，我无希特勒对我真好啊，比我个总统对我个更加好。好，所以体育这个物件就是政治走袂去啦。因为一开始个时喏，就是因为政治个关系嘛，战争嘛，战争是政治其中之一嘛。啊，才有这个奥林匹克出来嘛，所以。运动甲政治是分不开的啦，甲经济甲政治哦是分不开的啦，因为是咱这个不三不四的这个流氓政府哦，伊都足惊讲咱都机啊也袂出去，所以哦啊都主张都甲大家教育讲啊，你体育都体育啊，运动都运动都运动，啊这个政治都政治分开，全世界大家嘛是。举家己个国家诶国旗咧做因个队旗，对不对？就是干那偏偏啊，就是咱都干那爱举迄个梅花旗啊，啊迄个啊，我迄阵吼，啊我唔知啥物叫做华丽吼，我冇啥华丽建国啊，未参加，吼、哦、我干那不是排这个千里是台北啊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、排过了10年，我1971年做国手啊。哦，啊，甲起码看几十年啊！啊，迄个时阵，吼、哦，我是全力台北哦，后壁三楼我全力台北，我足爱穿的，啊，出去外口臭蛋咧，安尼，起码就啊，笑的，
我话西呀，所有衫拢掂掂下格，拢个掂掂下格个。哦，啊，起码大家拢知啊，三秒都强的是台北嘛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全世界都是干那一个，一个咱干那亚，未使亚家里个国家。英国哦，还佫有南非啦，啊，以色列，哦，啊，起码人因拢 OK 啦，人拢已经。可以啦，啊，干剩咱一个，咱台湾是世界孤儿啊，唯一的孤儿啊，是啦。英国还佫有南非呢做伴，对吧？啊，以色列佮袂进入联合国啊，啊，剩南非啊，我有一摆哦，办伫台湾办第六届世界杯，1982年，迄年我做国家队的教练。啊！结果安那哩啦？南非又派大队的来啊，结果未使参加比赛啊。世界各国无必要参加嘛，无必要参加。哇！因为一队的人来啊，啊人来都是客啊，啊要安怎？怎啊无大？怎啊都台北关？搁个办一个，甲台湾甲这个咱的代表队吼，诶第二队的啦 ，B 队。因为阮去培训的时阵哦。拢三四十个啊，啊，下当来比赛剩十几个尔，哦，啊，剩的迄个就是 B 队，怎啊带来去台北馆，伫台北馆叫台北馆哦，甲办一个，啊，互因讲，哦，我嘛是国际比赛啊，吼吼，啊，有诶国家愿意来参加欢迎，哦，啊，因诶假大衫拢照常安尼啦，未使参加正式的比赛，迄个时阵。1982年的时候，南非还阁是安尼，但是即马南非诶，哦，世界拢嘛承认，剩台湾，迄个时阵讲世界有三个孤儿，即马剩一个，哦，就是台湾。即我真了解，因为我拍迄个《Chinese Taipei》吼，拍几啊十年啊，啊，我若看到我的选手吼。哦，也你请那个 Chinese Taipei， 我了，还没甲讲哦，三代边啊讲，哦，伊的荣耀啦吼，伊的做国手，你知道有迄个三人证，哦，我这跟他迄个西装哦，都困难念呢，因为你参加呢，拢有一套西装，有大礼服啊，啊迄个运动休闲服啊，啊个运动训练服啊，啊衫为拢全套的啊。所以规数间哦，拢转成三，拢迄落，即马我拢蛋疼天杀去啊！啊，无就即块牌啊，拆落来，弄个拆落来哦。啊，我咱即马就是靠在座各位，在座各位包括我哦，咱就袂安那有一天，咱会当提出咱家己的台湾的一旗啊出来，安尼正式。参加迄个比赛，哦，那你蒙特罗吼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嘛是选到奥运选手啊，吼、哦，结果袂当去比赛，去到蒙特罗去用冻掉咧，怎啊挂断来？咱嘛是迄落甲这南非个同款呐，啊，尾啊只，过来协调，尾讲你干那会使加你。流亡政府的旗啊 ，Chinese Taipei 嘛，哦，这林博士一定个搞个交代个真清楚 ，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嘛，简称 Chinese Taipei 嘛，啊，迄就是流亡政府嘛，哦，啊，就是要靠咱在座各位，哦，啊，甲咱所有的同心，大家努力。大家努力，会当予这个台湾正式拿这个旗啊，来去参加那些国际比赛，这是我足大的愿望啦吼。啊，但是哦，咱若无成绩嘛袂使呢，对不对？无成绩袂使。哦，你看拿个旗啊，有啊旗，大概拢是摕零蛋回来嘛袂使啊，对不？啊，我要换这个时阵，我心肝底我都爱想，要安怎要将台湾的
诶，这体吼，要佮我恢复，要恢复个真强，吼、哦！啊，我有即马时间是剩无偌济，我就是简单小个讲一下安尼吼。我有提出三个方案呐吼、哦。第一个方案就是讲，将这个，将这个体委会吼，爱佮改组啦，因为吼、哦、太庞大了，啊，因个拢是有高考，拢做啊读书个啦。拢做啊，读书诶，啊，国库通过，因咧是中央级的，哦，体委会中央级，所以拢爱国库诶。啊，你因哦，国库真爱读书，但是相对你对体育哦，你诶认识并无较好，你诶热情无够。啊，即体育哦，即个物件上重要就是一个选手甲教练嘛。你若讲体育这个组织内底，你若将这两种人甲提掉算咯，啊，迄个物件剩啥物？什么都没有啦，什么都没有啦。所以你这两个对将来对这两个人哦，我拢袂用这两个人，这足重要啊！吼、哦，唔是讲我真好读书，真好考试啊，考高考啊，我都会使来管恁家的人。啊！你迄都唔是你的兴趣啊！一定都是爱家里的人管家己，哦！啊，这是变啊！改的时阵，这我将来会跟人真好讨论啦，吼！哦，第二就是安那，爱将这大学的迄个体育大学，还是体育学院，还是体育系，迄内底迄个知识，因的知识，因的学问，拢总个爱个提出来。社会运动来的，社会体育来的，啊提出来用，因即马拢是安那，啊大学教授哦，因拢博士啊啥，因伫外国拢去留学啊创啥，有真好诶迄个 idea 伊个迄个知识学问，但是拢用伫学校来的，干那啥大专运动会啦。哦，大专运动会哦，那提起的金牌哦，你看哦，我这个好哦，比你那好，给的金牌，安尼都是安尼欢喜个要死。对我来讲，那算什么东西？你就是全国运动会，你提金牌，在我眼里面那是不是什么？不是没什么啦，一定的荣誉安尼的小夸呢。你都爱伫国正式的国际比赛内底哦，爱提金牌啊，那才是你努力的目标，哦。我一向拢甲学生都讲了，讲你爱把目标放在奥运会，吼、哦，奥运会世界赛，啊了后你再来，你别让你去遐提袂，去遐学到的物件，你再来伫亚洲的比赛内底，你唔知我都提光，提好成绩，对不？你目标一放伫上怪悬的嘛，哦，啊，即马就是讲，咱要。达到这个上界馆的时候，你都爱将上好的这个运动科学给提出来，一知识学问给提出来。啊，这拢是底下大学内底遐体育的教授啦，哦，生理的教授啦，哦，啊，迄个物理教授啊，迄个流体力学啦，吼，啊，迄个生物力学啥，你这样教授当个拢做去了，你也给提出来社会运动内底，社会体育内底啊。你按着，而且要有一个办法啦。我的办法是，我的初想就是讲，你要升教授，你副教授要升教授，我有一个条件爱问你：你伫社会运动、社会体育内底，你有贡献啥物无？成绩拿出来，有马上给你升，没有啊，让别人有一升，你较慢的。你家己爱主动爱去家己的社会体育吼。诶，团体，你去甲要求，你去甲帮助，其实因嘛是足爱啦。但是哦，迄个本位主义哦，有一挂教练哦，因嘛不爱互遐个人来管啦，不爱遐教授啦。啊，我都相反，我呐去等接到一个迄个比赛诶吼，诶总教练时阵，我都马上就去查，我要爱啥物。啊，有对一个大学有啥物教授，专攻是这个所在，我随时都敲电话去，我就甲请教讲，我即马就是中华队的啥哈，啊你啊，我需要，譬如说我在纪律训练，吼、哦、啊，
你是不是会当来迄落？那拢真真欢喜啦，真爱。哦，啊，即摆这是我这边主动，啊，即摆吼，我就希望讲，因会当主动，家己去找，家己去找。我迄运动项目太侪嘛，对不？田径啦、游泳啦、什么棒球啦、送啥啦，等等，你因拢帮忙会到啦。啊，将这个上界尖端、上界好的这个知识哦，学问哦，佮用伫咱的体育界内底，你看迄成绩敢袂起来，一定会起来啦。哦，啊，这个比赛这个金牌吼，这是第二点啦。哦，第三点就是讲，这个金牌吼，咱爱有一个观点，唔是讲这个选手去摕到啊。其实就是这个教练去设计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想讲，也奇怪，是啊，不是教练去的啊？对，这个教练哦，伊有一个目标，讲要提起这金牌，伊爱有选手啊，伊就是有为细汉都爱开始培养啊，爱用尽心力吼，啊个培养，啊了后就啊，再个个用技术来个训练。啊！人家会当去出去比赛，摕到金牌。这个选手啊，是一块白纸，是一张白纸。啊，这张白纸就是这个教练都在甲做啦。后伊到尾啊，摕到金牌，其实就是这个教练为几啊十年的计划来得出来。哦，这点哦，大家都爱去思考啊。哦，其实金牌的设计者就是教练。这个、教练的地位哦，一定要甲提升。啊，教练提升，啊，伊吼伊就会当专心投入。1994年摕七块金牌，1998年摕19块，进步几倍啊？一倍较低去啊！迄是啥？遐教练呐，他讲啊，这值得投资啊！大家拢有兴趣啊！啊，伊对佣金。用尽伊个伊个迄个迄个用心计较，就是要将伊学生袂去甲提金牌。有这个迄个诱因，啊，甲有这个目标，安尼来做的时喏，安尼这个金牌啊，就会当提得到。啊，那无吼，免想。咱过去捌曾经28年亚运零金牌28年，所以讲我来讲，咱原来是在摕到咱的证券的时阵哦，伫体育界内底，我五年一定是要和这个亚洲，咱台湾的亚洲，伫亚洲吼，摕到前五名的迄个夺金的国家啦，前五名，哦，其实这吼，我是。因自己，我已经看过啊。迄阵19块的时阵都已经进入第5名了。我就知道，我5年都好，按来差不多二十年了哈，啊20年，我一定要进入迄个奥林匹克哈，是世界迄个奥林匹克得金哈，会前八名，哦，这是我家己给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啦吼，啊我循着这个目标，我相信我做会到，因为我捌看过嘛，啊我知影讲要安怎做，吼啊感谢大家吼，今仔已经时间到，啊感谢大家，各位好，请起立，今日。下课休困，啊，楼卡一楼餐厅用餐。